就跟我们刚刚有看到，比如说四方形的那个绣布的，像这个都是代表的每一个馆别或者是庙宇的一个类似招牌的模式，让呢在绕境当中呢，大家呢可以看到说，哎，这是属于哪一个馆啊，或者是哪一个庙哦。那现在呢，就是台北留步行，所以呈现的方式有非常多哈、哦，包含你看这个花车呢，有用拉车拉的，那刚刚那个是三轮车的部分。Yeah.
小法团哦。今天呢，我们日防绕境的队伍啊，跟昨天